在香港珠宝展很高兴通过我们的客户 ABC 女士认识了这个香港非常有权威的公司。他们你们在香港几十年了？几十年了。几十年、从1962年开始。这老牌公司了。因为ABC 女士一直推荐他们是非常好，而且每一款都是很特别的设计啊。你自己是设计师？是啊。OK， 你好像这个就非常特别，它是卢比蓝，非常高级卢比蓝，然后镶了这个 baby 珠珍珠啊，对 ，baby 的珍珠，对对对，这个都功夫非常的难得，然后这个卢比蓝19.89卡拉，其实性价比也很好，才16900，一点都不贵了，是不是？呀，16900，对。那好靓哦，镶的呀，你看，非常漂亮，手工很漂亮呀，手工很漂亮，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40几年老牌公司了，不止了啊，从1962年开始，哇，那我们50几年了，50几年哇，所以这个ABC 女士一直夸奖你们啊，她跟你们买了40几年了，咁犀利啊！OK， 哇，好靓啊一个 OK， 然后再来这个我也很喜欢的，这个是Cartier 款 Tutti Frutti Tutti Frutti， 然后这个性价比呀、也挺好的，这个才15000，可是你看看都是很高级的、，quality 很好的，对。你看这个宝石光泽的非常，红蓝绿宝，然后珍珠小咪咪珠啊，非常漂亮啊 ，Tutti Frutti， 15000，对，哇，这个扣也是，反正他们你们每一个款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，就显示它的独一无二。如果是大公司，这个都要接一个零了。你看质量非常的非常好的，非常亮的，对。然后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是 Emerald， 哦，这里有看看多少 color， 对对对，多少 color， 刚才那个，Ruby Sapphire，OK，Ruby 6 color 73，Ruby 6 color 73，这是 Sapphire 雕刻的 Ruby， 哦，中间的 Ruby 是6 color 多。看上去不止的感觉 ，Sapphire， 哇，好靓啊，对，漂亮，你不要拍到我的，那脸不会拍你的脸，咁咪我一陣聽到嘅，未播嘅呀，一起過唔使 cut 嘅，因為你睇到嘅啦呀，嗱很漂亮啊，這個寶石的光泽也很亮，漂亮的，緬甸的，春風就是緬甸的，哦，這個都是緬甸的，緬甸的，有證書嗎？哈，没有，可是是哥倫比亞，緬甸跟哥倫比亞的，對，哦，就很漂亮，就是整個寶石，啊。短了嘛，唔紧要，等我问下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，它在 OPPO 上面镶了这个绿宝啊，这个苏格罗啊，啊买绿宝啊，得得得。买绿宝咩？啊，买绿宝咩？应该系绿宝嚟嘅，苏格罗。赞比亚啫。Zambia 的绿，祖母绿，4 color 多。OPPO 10 color 多，那这个功夫也很难啊，好难先镶到的哈。对对对，这个 OPPO 就不贵，11000，因为你这样子镶是挺难的。在 OPPO 上面，哎呦，挖出来了，挖起来，然后再镶一个苏格鲁，就很特别。然后再来这一个，这个是一个 OPPO 拼 OPPO。然后 Rose Cut Diamond 对，这个就4500，就是也只有一个，很难找，很难配，对，滴水很难配，对，一个无脸啊，这个就越看越漂亮，这些都是收藏级别的 ，Tutti Frutti 无脸啊，对 ，Tutti Frutti， 这个也很漂亮，好。
对，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请订阅频道，加我微信啊，谢谢大家。